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92集，今天来给大家做 SS86 号系列当中的第9个产品，这个是营救车或者叫做乐色新人的假货，在86年大电影里头初次登场啊，然后呢他最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个头雕了啊，有一个八字胡，然后下巴还有一个胡子啊。那么呢由于玩具的头雕的为了保持它的一个活动性呢，他还故意把这个呢胡子呢给做一个弯曲扭曲过来，那一方面的话呢除了保证可动之外呢啊，看起来也比较生动一点，好像有风吹过来一样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。这个头雕算做得好看了、啊、面雕的那个涂装啊漆面算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头盔上面啊这里这一点白白的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那它的一个头雕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小车头啊，完全致敬到早期的一个玩具，然后整个一个人物的线条啊跟动画里头的样子的话呢就或许没有100%接近啊，但是那个风味绝对是很接近的。赤电经典系列呢也有一款营救车，但那一款的玩具呢我没有做开箱，因为它的变形呢有一点小复杂啊，我摸的不是很熟悉。然后呢身上的配件呢有一个这个武器啊，有如风车一样的这个兵器，非常有趣啊。拳头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啊。那么这是一款 Voyage Class 的玩具，那么呢 Voyage Class 吧，我们拿出一个 Deluxe Class 的啊，这个分量还是比较够的啊。当然了如果你要拿这个也是 Voyage Class 的这个热破来相比啊，这个玩具显然是有点作弊啊，但是同样是不一级，两者呈现的一个质感完全不同啊。这一款的话就真的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可以粗玩的玩具，这一款热破的话只是做的比较精致，零件数的话其实可以感觉出来有所差别啊，塑胶摸起来的质感也是有所不同的。然后它的一个腰可以转动，然后一个往前面低头看的一个装置，当然有点松啊，不过影响并不大。然后胸前这两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、啊、非常非常非常迷的一个装置。手臂的话呢抬高的话呢这里不错啊，还做了一个过渡的一个造型。手臂的话呢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90度，当然你也可以反折，也是可以折回去的。后方呢有个空洞啊，轮子的话呢是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拔下来的啊。那么我们提一下它这个轮子的话呢啊，这个部分轮子这个插孔啊，这个是比较短的，那腿上的这个的话呢是比较长，当然你两个要交换凸跟凹的组合是没有问题，都是可以扣得上去的，只是它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小小的不同。然后车子的一个侧面后面有一个像是行李箱的一个东西啊，这个时候变成它的一个裙甲，脚前后踢，内部的话呢是有一个空洞的一个状况。它的接地比较有趣啊，它的接地呢是在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在下方这个地方啊，但反正是有做出来了啊。总而言之是提供我们一个接地的一个展示，也算是小有诚意了啊。那这个腰身的话呢其实感觉是玩了一会儿之后就感觉有点小松了，反而是这个轮胎的转动性啊在变成车子的时候呢好像差了点意思啊。那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一款营救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可以说也是非常简单了啊。首先呢这个拳头收进小臂里头，然后胸口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锁扣，两侧打开之后的话呢整个头的话呢先往这边啊整个拉出去好了，然后我们把这块部件给挑出来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进行一个把这一块部件啊，把这个主要是把这个头啊，原本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头，跟这个是形状是完全一样的啊，透过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，我们把这个头呢给放进去啊。放进去的时候这一块部件啊稍微往内压一些些，那再来的话我们是把这个啊手臂是往前冲啊，往前冲的状态下呢把它给放进去，你会看到这个弧形呢刚好可以扣进去、哦、不是扣进去，就是滑进去这个凹槽里头。滑进去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呢手的上臂这里是有个洞啊，要跟这个凸呢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合，这个地方先扣上去。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它的一个方向转正就好了啊，我们先把这个轮胎啊，它轮胎有一个刚刚有跟各位提过、啊、它是有分这个这边感觉比较长，这个比较短，那看起来应该是长的要在前面啊，把它给先扣上，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跟着过来啊，把它给这个地方锁扣扣上去啊，不对，先扣手好了，前面的手扣起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再做一个微调啊，把它给扣上。好，这样一来这个前轮的部分呢就算 OK 了，后面的话呢就更简单了啊，把这个地方啊整个脊椎骨啊整个都给拉平，整个都拉成平的，然后呢这个膝盖的话呢把它给打断啊，整个打断，然后斜肩往前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把这个膝盖给打断，斜肩往前，然后就是这个地方的凸啊跟这里的这个洞
做一个结合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啊，非常简单。那这个车子的话呢，后面这个地方啊，记得是要把它给弄平的啊，这样子，整个是要平整的。那另外一侧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可以再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把这个轮胎啊给放进去。那后轮的话呢，就你要先扣好这个脚，再扣轮子也可以啊，或者是先把轮子扣好，怎么样都行。这个容错率还是很高的啊。那这个地方就稍微再压一下，你会发现其实它已经扣的还蛮 OK 的啦。这个地方的龙骨的话呢，叫脊椎骨再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它尽量笔直吧啊。那么呢，这个最后就是把这个摩托车的把手给调整一下。那这个软胶有点软啊，但是也没有说很软啊，这个硬度还可以啊。就你看我像这个啊，不是我啊，是他啊，这个是稍微有点歪啊，这里也是，这个是有点扭曲，但是也就发生了也就无所谓了啊。然后前方就可以稍微都会调一下，调整一下一个发射武器的一个装置。那么呢，这是一个，其实你这样子放着的话呢，它这两侧也是可以卡住了，但是呢，作为一款重型的一个机车啊，停这样好像不是很好看，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两侧这个地方还有这两个部分把它给弄上来，它都可以立稳了，然后它的这个武器就可以扣在后面这个地方，或者是你要反过来怎么样都行啊。这个是靠风力推动的一个摩托车吗？那这个就是我们 SS86 号第九款的这个营救车，从机器人到一个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那么它的一个载具的话呢，很多人在网上呢都已经做过分享了。最大的卖点之一呢，它可以跟 Deluxe 等级的变形金刚呢做一个很好的互动啊。这个大小比例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完美啊。那这个本身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轮胎滚动性呢，我这一款可以说是不怎么样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推的不是很动啊，能推动啊，但是它是有一点卡住的一个感觉啊。外面又开始下大雨了啊，可能又会有雨的一个声音了。那么呢，作为它一个车头啊，我觉得它这个车头啊，整个小车头啊，最后变成一个大车头的感觉就在这，而且它那个后脑袋呢，就刚好有两个仪表板在后面啊，这个变形还是有点意思啊，比较简单，唯一的空洞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感觉是比较空。这个车型其实很像这个机甲创世纪 Mospida 的那个感觉啊，这车头还有这个尾巴这两个部件啊，他们在组合的时候这两片是要丢掉的啊，那当然跟这个玩具是没有关系的。它是可以掀开，但是里头没有任何的一个细节了啊。然后这个很巨大的这个算是油箱吧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言而总之呢，这一款玩具的变形也简单，还原也算是比较到位的，体型也很巨大，那人气度也是不算低的一个家伙啊。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玩具，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，价格还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状况。那会不会降价，这个我很难说啊，特别是台湾最近的这个变形金刚玩具的官方定价呢，全部都又往上涨了啊。 World Class 已经到了1349块钱了啊，真的不是便宜啊，变形金刚真是越玩越贵的一个玩具项目了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